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本期视频我将会给大家展示新赛季全新的 UFO 玩法以及全新的武器和道具，并且我们也来看一下新赛季全新的吃鸡伞长什么样子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可以跳这种紫色名字的这种地标，因为它现在新赛季之后，它这个名字变成紫色的，说明它被外星人入侵了。哇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地图最上面有一个超级大的 UFO， 你可以看见这边有很多的 UFO 啊，这边在这个城市的上方一直飘着，它会吸人的。我操，他被干死了，他被这个外星人给干死了，兄弟们。Oh my gosh！ N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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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把我吸起来了，兄弟们，他吸我。等会儿，这里好像有一个外星人啊，这里。哇，这是一把新枪，兄弟，外星枪。可以的，他这个飞碟我是不是可以坐呀？我怎么开啊这飞碟？哦，我直接可以，我可以开这个飞碟。哇，有人在干我 ！No， 你就死定了，兄弟，你竟然敢干我！我要干死他！哇，一次三十滴血，哇，这个还有注射伤害的，这个他死定了，他完了，哇，还不死啊，兄弟，这么坚挺吗？干死了 ！Oh no! Oh no, Jerry！ 哈哈 ！Oh my God， 太好玩了。No！ 哦 ，Oh my God！ 干！哦，我卡了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卡了一下，还把他杀了。哦，想上来，兄弟，你还想上来？死定了！我好爽！哇哇，我好爽 ！Oh my God！ 我好爽！哇，这个人有金丹，这个人。
哇塞！我们这把来跳这个外星观望台啊，就是这个地图上有这个红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会刷新一个外星宝箱，然后会开出来很多新的外星武器。我们今天来跳这个地方，看能开出什么东西来。往这边，哇，这有机器人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，这边有很多机器人。啊，这把是新的步枪，兄弟们，这是一把新的步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步枪该怎么用了，看他一枪头能打多少血，其实伤害不是很高啊，兄弟。哇，这个枪也是一把新的枪，新的外星枪，这个枪是一个新的狙，对，新的外星狙，还是很猛的这个枪。哇！哇，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呀，兄弟们！我都被打飞了，兄弟们！我被他打飞了，我操！Oh no！ 哇，这个人把我打飞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他摔死了，兄弟们！他摔死了。哇，怎么是我这么大的菜啊，我好大的菜啊，这个菜都比以前大了，你发现没有，这锅包菜它是受到外星辐射的嘛。哇，他摔死了。My gosh. Oh my gosh.哎呦，这个人被我摔死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新赛季的第一把吃鸡，兄弟们，哇，非常开心，新赛季的第一把吃鸡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赛季这个吃鸡伞是啥样子，他应该会给我一把吃鸡伞。 Let's go， 给我五个星星，还有一个新赛季的吃鸡伞，哇，像一个外星飞船一样，这个挺好看的呀，这个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杰尼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